成都是不是做的非常好吃的新疆草莓脆卷饼？一个五块，要不要？안녕하세요我是진아린今天我来了吃新疆草莓脆3개월전에집에서샤오랑같이먹고3개월만에처음이에요今天也是我要挑战特辣的这叫也太辣虽然我喜欢吃辣能吃辣但是有点害怕和朋友们一起看看我今天挑战成功不成功昂啊我到了大家我们一起点菜吧大家我发现了所有的照片外国人点菜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第一个也没有照片只按照名字点的时候容易失败但是这里有这么照片的是让我非常满意火锅老板我要点菜羊肉汤10个吧10个还有炒米粉哇看起来好辣呀一般来这儿店新疆炒米粉的人吃什么辣都很辣我非常喜欢吃辣特辣吧不一定吃得了那我要特辣因为老板看不起我那这个节最能解辣的是2份那这个再来一个我能吃辣但是这是颗辣所以我要点3袋好嘞你好美女这就是你点的那个鸡肉面条特辣的吧啊对特辣的哇看起来好辣呀不紧张不紧张哦就是流口水了哇3袋也来了这就是你们点的3袋这个也是新疆特色吗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新疆特色老板也是新疆的了吗不是济南人厨师是新疆人吗对新疆的哦我非常有口福呀我在济南还能吃得到新疆当地的味道你要的那个羊肉串谢谢怎么办真的看起来简直就是变态辣的感觉哇肉块这么多很值很值再来肉块一起吃还行吧其实很香都确定做了吗我今天我穿了好看的衣服又我吃了很多的新疆炒米粉我一般会多点特辣这个真的一点都不辣这个稍微没有辣老板这个特辣的吗对这就是我们店的特辣哦你感觉不辣了吗不辣这个是真的特辣吗那我们还有一个变态辣你要试一下吗可以那谢谢新疆炒米粉了大家一定要辣的再吃一口还是新疆的羊肉汤里面很湿润一点都不干哇中一个5块钱很值老板顺便加酱料再把我加热了哇真的看起来好辣呀可怕了提前准备牛奶不是因为怕准备牛奶就是我渴了啊准备完了啊呛伤的了啊这个真的好吃非常好香韩国油国际面那中国有什么新疆炒米粉压力很大的时候跟男朋友吵架的或者跟老公吵架的朋友们要不要吃一口新疆炒米粉就解压敷衍推荐的解压的2份好香对了大家我作为山东媳妇我要吃新的吃法我准备了 DIY 哒哒我提前准备了饼山东媳妇呢要吃煎饼的好带我试看一把因为我看着很多的吃播都是用两片卷着吃那我是山东媳妇煎饼必须安排然后呢再夹肉块因为我是很柔弱的女生所以手里没有劲儿嘿哒哒大家山东还有新疆的合作看看大家是不是好想吃真的好吃这个煎饼的有点甜甜的味道山东媳妇做的非常好吃的新疆草莓脆煎饼一个5块要不要再吃一个新疆的特色酸奶哇这个酸奶真的味道很鲜美你们也是卷饼一起吃啊卷饼一起吃大家哦看起来好看像哪吒的感觉我不擦留着给小看这样我肯定会爱上了哇这饭量好大呀这个很深很深满满的肉满满的米粉啊吃完了今天吃特色了的新疆炒米粉成功谢谢大家点击点看爱吃的视频拜拜